白鹅浪是先转一个小圈，然后两手螺旋打开，好，一上步，一开一合，微微我下沉，点步，两手慢慢旋转往下沉。好，现在我转过来，啊，讲解一下。一开始先转一个小圈，松活弹的，在身体前面这样转一圈，手掌和拳头往右手边前方微微螺旋出去，然后再收回来，这样旋转一圈。好，然后拳头打开变成手掌，右手提起来，左手往下翻，你看这样开旋转，两手要旋转一下，两肩保持松，松肩，肘要沉，然后打开左脚，一开一合，好，这个做慢一点的话就提腿，左脚微微打开，然后提右腿，啊，重心要站稳，一落步就咳，一咳的时候右手手掌往上朝天，左手放在右手旁边，马步要稳定啊，身体要挤起来。好，再打一遍，看腰胯还有重心微微配合一下，啊，一开一合，然后这个手脚微微往下沉一翻，重心过来右腿，两手拉开，左脚往前点步向步，两手划圆，微微螺旋送沉，重心在右腿，左脚点步。好，现在我反馈这个方向，你看从侧面可以看到我的手，两手要保持弯曲，不能伸直，微微沉，手掌一翻开，手臂旋开，再微微螺旋合，啊，两手开的时候要左右翻动，好，这样翻一下，中肩要松，两肩要松，肘要沉，好，你看那个手这样咳，身法要微微旋转一下，配合转动一下，一开，这个手开也是螺旋，身要拧起来，步伐要保持稳定。好，现在再打一遍，可以看到我两手一直都保持弯曲，两手捧圆，两肩要松，手臂要灵活，沉，身要拧起来，一开一合，白鹅浪式